大家好，朋友们，小三年，我叫三，考生我已经准备了满满当当的货，现在准备上路，给大家真实一下划线，砍一下小哥。来，给大家先砍一下这个老粗，三件套，这是驴打嗝的那一个款，为了创有当上模特了，其实很简陋。哎，又不合上了。三角关四件套，三件套娃是纯棉的啊，100%纯棉的，而且细的。你那边称不上，我这边还低着嘞，我这还一个苹果。 因为咱这个是2米4，5×2米4了，应该是。然后咱感觉有点大，这一群人的。真的，我去拿。哎，还有咱那个蚕宝宝枕头，好，好好看啊这个。这个看一下这个。这个透气性不简单，是柔软性会更好一些。嗯。哦。咱今年是相当于是一个纯棉专场。嗯。所有的产品都是纯棉的啊。 哇哦，这个真的哇，真的好好看啊！给我了5亿样子体量啊！哇，真的很好看哦！看见没有？这叫绿大格。对，这个跟咱以前那个时间刀可以搭配着用。 这是一个比较清新的颜色，还给大家选了一个比较亮的颜色，我先拿过来，橘色的。 我这个床跟白雪是一个类型，长得不咋地，但是还显衬东西。别说过，咱这种长得不咋地的就越衬衣服，才能体现出衣服的好是吧？穿不了衣服的风格。你看这真的，我天呀，我真是，哎呦我天，你瞅瞅。我们估计好像每个人都买了。对，看见不？都是自己团队人，都是好些件好件的囤啊，就这个真像蚕宝宝一样。它这个高度是刚好的。 这次也给大家准备了几百对儿啊，看见没有？上一次咱销了已经5000件了吧？去年。嗯。两个颜色啊，这个颜色和那个绿的刚好配。这哎呀，这个橘的正好跟这红色配。哦，是的呀。这橘大格比较提亮。哇，这个我感觉很好看呀。是。它觉得很温馨，越是这种。对。然后配到了。因为暖色调嘛，这个橘色。 俺妈那时候收拾惯床，让洗惯床单，这个颜色让俺屋娃都感觉特别喜欢穿。都想叫妈妈妈妈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看一下都爱啥？你那可呆呆这个颜色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三件套老粗布三件套给大家说一下啊。首先它这个是纯棉材质，再一个啊小细节给大家看，你看见没？别看它那啊，小装饰、小蕾丝边的设计，看到没？而且是大尺寸啊，咱。 1米8床、1米5床、2米床都完全没问题啊！我现在这个是1米8床，而且这次换完细纱了，一个是质感更好了，另一点是它的缩水力基本上是没有了啊，因为它这个比去年那个缩水力要低很多。嗯。哎呀，最后的王牌啊，老粗布三件套看了，最后的王牌要来了。限量版来的。看看，咱限量版多得。啊，哇，好粉。 真的好温暖的感觉，粉丝。哇，看挺好。这好洋气，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到好洋气。对，可能好喜欢的感觉。给我发面。我要留一个这个。2米1×2米3。所以说2米1床有这个正宅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！哇哦，看这个颜色。 最后一个我特别喜欢的颜色，哇，全是爱，很好看，很好看吧？嗯，估计这个颜色，这个比我拍出来要好看啊，这感觉，看起来显得很干净，这个屋子里的，真的很好看。